今天风格当道单元要介绍的是位在新北市淡水的楼中楼。设计师翻转了一般对于楼中楼的思维，将公司领域的传统观念交互变换，创造出开阔的空间，也满足屋主的生活需求。设计家故事单元中，屋主对于家的想象透过设计师设计化为现实，一家人也因为空间的结合而凝聚起来。新年到了，在设计好主意中，就是要教导该怎么布置团圆围炉的餐桌哦。一个家住的舒适又温馨，除了看得见的风格呈现之外，动线的规划跟格局的配置也很重要，因为它包含着整个空间机能的量身定做，同时也包含着居住者现在跟未来的使用生活习惯。调整格局也不只是一般人所想的拆几面墙而已，有时候来一个创意大翻转会让你的生活更有趣味哦。马上来看看这间位于新北市淡水的房子，翻转吧，楼中楼！进门居然是主卧室，哎，有饭店的 feel。检查一下，啊，好大的更衣空间，更衣室。收纳全部藏起来了，哎，这跟我认识的某个设计师的风格很相似哦。叫一下他的名字，看他会不会跑出来。陈家宏，陈家宏，哎，吴总，家宏哥你好，你好你好，叫这么大声，就说是你吧，家宏哥，哎，没错。本案屋主的需求问题有三个，第一，因为单层面积不够宽广，所以同时购买上下楼层，但要如何让单层空间发挥最大使用功能？第二，如何解决户外露台过大，占据许多室内使用空间？第三，如何在淡水地区的新居，为屋主营造出自然休闲氛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家，跟之前我们看过你们一些其他的案子有一些雷同的成分，比如说它其实在一些现代的简约的风格当中还是保有你那种利落的线条。没错，一样的线条，一样的简洁，是一样的利落，但是不一样的材质的应用。哦，材质你指的是大量的木头材质？对。哦，这次的木头材质是这块叫黄金柚木。好好听哦，黄金柚木。对，它在对于所谓带动休闲的感觉，它的意涵很明确的给你那种讯息，你会觉得这个家里面会有一种放松或是很自然的味道。没错，那柚木或者是黄金柚木，它的一些颜色跟线条跟其他的木材质有什么不一样？哦，当然，我想讲不同的风格就运用不同的材质。那每个材质有它的特点，是，比如说我们常说日式极简或是北欧风。那我们先讲日式极简，那它的材质可能它的木皮的感觉就比较极致，是它的可能更干净的表现手法。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铁道木。哦，对，对，那北欧风可能常用的是橡木，是或榉木，那它的可能它的那个毛细孔或木就比较粗犷，是。那柚木的话就第一个它的颜色，当然我们选择的木头这个颜色都可以自己染色，是，这个都经过再处理的颜色，你就觉得比较自然。那因为它的这块黄金柚木，它的整个的木纹的感觉比较干净，有的这个柚木它木皮会有黑色的线条，是就比较杂的感觉。哦，可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嘉宏哥，为什么啊？一开门就是主卧，这个先跟你卖个关子，卖个关子，所以要跟着我们好好的去探险一下。为居家空间塑造出休闲的氛围，原木材质是必备的要件。原木的天然色泽圆润饱满，在充满自然纹路的丰富表情下，让主卧室能拥有更自在舒适的生活感。
这么大的浴缸，这么大的浴室，下班回来真的可以好好放松，可是又没有放水，在舒服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么大的浴缸哎，我脚在这里，我们看到你可以走过来到这么宽，这应该有我们一般住家的两三倍大的浴缸吧？浴室应该有我们住家的3到4倍，这么奢侈。可是我180公分以上，在这样子一个空间，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松下来，看看窗外的景色，大面的采光，以及真的有很浓厚的汤屋的味道，包括冰凉的大理石啊，放了热水之后，里面都是蒸汽。当然我们讲到一个所谓的休闲的夜海了，你看在所谓的温泉饭店哦，外面最流行的就是观音石或是板岩类的嘛。那当然在这个案子我们也是跟大家一样嘛，就是说这整个石头的感觉是最休闲的，也把那种休闲的夜海带来最自然的那种味道完全可以呈现。我想收纳应该就在我们的镜子还有我们的洗手台的下方，又再次的隐藏起来了，而且有两个洗手台，夫妻两个一早起来刷牙洗脸就不会互相抢位置咯。当然还开包括了这一面的是我们的马桶还有我们的淋浴间，现场的气氛是真的会让你觉得舒压。而且我觉得这个浴缸啊泡4个人都没有问题，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亲子同乐的大浴缸是真的非常有汤屋的味道。让我来潜水一下哦。当然如果家里要做一个像这么大的浴缸，甚至是所谓的石材砌起来的浴缸，一个最主要一个条件就是说一定要用不锈钢铁槽先做起来，因为预防漏水，因为台湾多地震，然后你摇久了当然那个结构的部分一定会有龟裂的现象，就水就容易渗下去，又加上石材它的吸水性很强，就容易渗水的现象，所以就是一定要做一个不锈钢铁槽。那但浴缸整个贴石材的感觉就是说很舒服很自然，所以浴缸在贴石材的时候，那表面一定要是光滑面的，那泡起澡来比较舒服。主浴室最初当初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你一个人工作很累，回来是希望说到一个很舒服的空间。那因为业主需求，他是因为人口的结构很单纯啦，那所以我就当初就想说，我牺牲掉一个房间的空间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浴室。所以你回家的时候，你看到很大的浴室，你会觉得啊，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舒服，整个那种一天繁忙的那种工作的过程，那个心情会放松下来。这边是8楼主卧出来的公共的区域，有楼梯就代表还有楼上楼啊，梯间飘高好棒啊！有没有看到？而且用了这样子一个有层次感的水滴般的吊灯，让挑高变得更高。一般楼梯在台湾的空间里面大概是一个过道的性质。可是我觉得楼梯你在走的时候，你有一些设计上，你会有所谓的一个，以这个案子来讲，我的楼梯的墙面是有做实木条，有大有小的感觉。那你就是在走这个楼梯的过程，那种休闲的味道也带到。再来楼梯的天花板，我觉得说因为这样的挑空的感觉，你有个吊灯的一个形式，那种感觉，那种味道跟所谓那种品味的感觉都可以完全带到。也是用到了黄金柚木 M 克拉线条，宽的细的。深浅都不一样，非常的立体哦，还有自然的采光，让这个梯间感觉非常的明亮。楼中楼最漂亮的是什么？楼梯的感觉，还有挑高的感觉。哦，如果我把在卧室放在楼上的话，我看不到现在这种挑高的楼梯感。你看不到栏杆，你看不到吊灯。你看不到那个楼梯那整个延伸上来的味道，是。可是我如果把它颠倒过来的时候，我坐在客厅的任何的角落，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感觉。